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锦。2023年10月7日。健身气功八段锦，预备时，左脚开步，与肩同宽，屈膝下蹲，掌抱腹前，中正安舒，呼吸自然，心神宁静，意守丹田。两手托天理三焦，上托，下握，上托，下握。上托，下握，上托，下落。上托，下落，上托，左右开弓四射雕。搭腕，开弓，并步，搭腕，开弓，并步。搭腕，开弓，并步，搭腕，开弓，并步，搭腕。开弓，并步，搭腕，开弓，调理脾胃，虚丹举，上举。下落，上举，下落，上举，下落。下落，上举，下落，上举。五劳七伤往后瞧，起身，
后桥，转正，起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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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桥，摇头摆尾，去心火，上坡，下岸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，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，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，右旋，摇头摆尾，上举，两手攀足固肾腰，上举，下按，反穿摩月，攀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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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举，攒拳怒目增气力，抱拳，
攒拳怒目，抓握回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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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攒拳怒目，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，体肿颠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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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体肿收拾，两掌合于腹前，体态安详，周身放松，呼吸均匀，气沉丹田。太极沈师兄，健康养生更轻松。